今期咧學生報嘅封面好搞笑啊，誰是一流？估唔到咧，仲用咗我哋嗰日嗰張相嚟做宣傳喎。哇，做成1000個 like 啊！咦，有人反對喎、為何鼓吹老師之間的競爭？老師平日的教學工作已經好繁重，還要增加彼此的壓力嗎？我反對這些沒有意義的選舉。誰會反對啊？不知道啊，是匿名留言來的。誰可以匿名入到學校內聯網的？既然反對又做什麼這麼神秘啊？我反對，學校是一個純正的地方，不應該鼓吹這些勾心鬥角和追名逐利的意識形態，這些這樣的選舉真的沒意思。趙Sir，其實不用想得那麼嚴重的，即是學校舉辦這些選舉來增加校園氣氛，其實都無傷大雅而已。我真的不得閒搞這些什麼氣氛啊，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校長會給學生會搞這些選舉呢。各位同學，今天是全校最受歡迎老師選舉的最後一天，真的很值得我們去支持的。你們投了票沒有？哇，連校長都出動了，今次投票率一定很高。我們希望透過今次的選舉去了解同學究竟喜歡什麼的教學範式，從而推動校園的氣氛。各位老師不需要有壓力的，就當是一次良性競爭，讓大家可以互相學習，力求進步，這樣就好了。多謝校長。這一次的選舉呢，師生應該同心協力推動的，你們怎麼看？我們可不可以投校長一票的？校長得我一個，不要投我了，投你們最喜歡和敬佩的老師吧。各位同學有沒有發覺最近的老師特別好笑容，特別好相遇呢？咦，內聯網有人說選票沒了，那些選票不見了？留言還說懷疑有人入侵了學校的電腦系統，學生的選票被移除了。那個選舉是不是要取消作廢啊？喂，既然有選舉，師生投了票怎麼可以臨時取消呢？沒錯啊，要整好個電腦，修復那些資料就可以了。唉，是不是沒有插電掣啊？你檢查一次。是不是有人刻意破壞搞彎的電腦呢？總之要找到問題，或者找到個 hacker。